各位观众，大家好啊！这是5月17号，我是明镜编辑部的主持人陈小平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要关注啊，这两天关于贸易战的诸多突发情况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变脸啊？这个变脸呢是什么因素？那么这个变脸呢，会对当下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呢？是我们的嘉宾这个张巡先生，请我们的导播把嘉宾请进来。张巡先生你好，小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好。这个贸易战啊，现在有很多大戏啊，就是很多人在变啊，这个变的这个五彩缤纷，也让人无法琢磨和追踪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变啊？这个变呢？怎么会影响到最后谈判的结果？这个刘鹤先生现在正在华盛顿啊，你这么变，刘鹤先生怎么办？所以说呢，我想请你来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这几天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变来变去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能不能请你先给大家解读一下？这还真得捋一下，要不然的话，这都无从谈起。我们从上次咱们谈的时候呢，您还记得哈？我讲就是在北京谈判那轮之前，我发推说贸易这次北京轮肯定是颗粒无收。然后呢，而就等到最后的证明颗粒无收以后呢，我当时说呢，我说这个，这次川普肯定下狠手了。而恰恰这个时候，川普发了一个推，说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回来了。我们要谈，我们将采取行动，会让中国很难受，因为他们已经被惯坏了，对吧？他大概这么一个推。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开始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行动开始了。首先5月7号呢，就是那个 Sarah Sanders，就是白宫发言人宣布刘鹤访华，从白宫这边宣布出来的。然后呢，7号到8号呢，金正恩飞到大连和这个习近平见面。然后接下来呢，见面完了以后，马上这个5月8号，就美国时间这边呢，川普和习近平呢通话，通话呢就是谈到贸易和朝鲜问题。那么5月9号，蓬佩奥啊，美国新任的这个国务卿 Mike Pompeo 访问朝鲜，带回了3名这个美国公民啊，其实都韩裔的美国公民哈。让美国，而且呢，带回了好消息，说确定了川金会将在新加坡6月12号举行。而且这个蓬佩奥他这个明确了美国和韩国要军演，那么金三这边没问题，无条件契合是为前提条件，没问题。美国制裁不放松，没问题。那就等着两边开始谈了。所以当时美国举国欢呼，好几名那个共和党的议员呢。推举川普呢，要去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竞争者，今年的。所以呢，这个是一切看上去啊都那么顺利。川普对中国准备采取行动啊，美韩谈判也非常顺利。结果5月13号可以说风云突变，而且这个突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川普。他早上起了7点钟发的，就是我们这边中部时间。我早上起来看了，吓我一跳。这个什么呀？这个川普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和习主席啊一起来帮助中兴恢复业务。那中国失去了太多就业了，我已经指示商务部来完成这个事儿。哇，当时呢是舆论大哗呀！我当时也发了推，我说这个，我说 "You're repeating stupid mistakes, Obama was did"，就是说你可能是重复奥巴马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错误。那么美国议员，比如 Marco Rubio 啊等等的哈，全部都在。就是说，共和党这方面呢，都是在批评，而且呢，甚至很多人用了非常强烈的语气，就是 WEF，对吧？这英文中就是，我就是带一个脏字儿的，就是说这他妈怎么搞的，什么鬼东西啊？就这意思，表示非常诧异。而呢，这个他一直反对川普的这个民主党的人呢，那几乎就是百般嘲弄了。比如说，你没有照顾这个波多黎各怎么样啊？我们的 Flint 啊，污水的情况，你去看看去。啊，现在你还记得是美国第一吗？有的说啊，我们现在是让中国再次伟大了，是不是？那么民主党那个就是 Charles Schumer，他的一个大佬议员就反问说，可不可以，总统先生可不可以先帮助美国公司，先帮一下美国公司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建制派的
就是那个全球主义者呢，他们又开始兜售他们共赢的理论了，就是说什么呢 ？We can all be great again， 就是跟中国要共赢，说这就对了啊，他们少数人在欢呼。那么结果15号呢，突然金三胖决定取消韩国峰会，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军演。据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博尔顿呢，就美国的安全顾问 John Bolton 说了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采取利比亚模式。他所说的利比亚模式呢，是说利比亚随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去。可是呢，这一下就是哪壶不提不开提一个提哪壶，他戳到金三胖的痛处，因为利比亚的这个独裁者卡扎菲是背后是不得好死啊，所以说他就有点急了。当然这里边更重要，我觉得有中国的影子，因为呢，这个金三呢，他这个原来的时候啊，这个跟那个习近平第二次见面之前，那么都答应的好好的啊，这个无条件契合，不介意军演，但是呢。谈了以后呢，都是什么有条件分阶段契合，并且呢，这个对军演提出抗议啊，等等的。所以说这里边呢，就是就是朝鲜这边改口了。接下来呢，5月16号，也昨天星期三啊，5月16号，昨天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我看着都眼晕。这个又峰回路转，川普呢在早上起来5点钟发推。说是 nothing has happened 啊 ，with DPE 啊，就是说，说我们而又开始说什么，就是中国让我们赔了上千亿美元哈、啊，我们其他什么都没定的，这是一个贴。接着又拖，我们还没看到中国要求，应该不多，因为前几届美国政府太差了，中国没啥要求，中国看到了我们的要求。完接着又发了一个贴说一切都没开始的，美国这边没有什么让步余地了，因为以前让步太多了，中国让步余地很大。他这个连发三贴啊，这个，所以呢，后来我呢，当时我就是在10点钟我回了个贴，我说啊，这还没完，星期三太昨天太热闹了啊，就是说，这个我回贴，我10点钟回贴，我说啊，给总统施压。包括我自己本人，包括这么多人施压呢，看来是见效果的，是必要的，绝对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目前最主要是要小心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说防止川普团队中，我的原话是防止川普团队中有人让总统向华尔街妥协，这样造成总统与美国对立，背中共的黑锅。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防止什么呢？防止就是说，中共那边采取呢。WTO 式的骗术，这是最大挑战。WTO style 啊，然后呢，也就是说，我说的就一个川普团队可能有内讧，防止这个有人替华尔街说话。第二一个就是说呢，中国那边很可能会采取欺骗的手段。结果这下午2点钟，这个 Bloomberg 记者 Jennifer Jaco 就发了一文，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纳瓦罗 Peter Navarro 这次谈判出局了，不让他参加谈判了。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结果他说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Axios 和这个叫做叫 Daily Beast， 就两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媒体哈，他们呢就是说一个新媒体一个老媒体，都分别发文呢，就讲到说这个纳瓦罗和这个他的财长叫 Steve Mnuchin 在北京有着激烈争吵，而且呢，甚至这个 Daily Beast 说什么呢？说用了一个词叫 screaming match， 说他们俩就是谁比谁吊门高，就是说这两个人就在一起就比着大家开始就是声嘶力竭了。那么为什么呢？说当时努钦呢要去单独关起门来跟刘鹤单独会面，结果纳瓦罗发现以后就急了，他因为这个努钦呢，他是可以说什么呢，他是中国人民老朋友啊，他是高盛出身代表华尔街的，而纳瓦罗呢是中国人民新敌人，对吧，他是那个专门是过不去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们是在会议场，在北京会议室场所外边那个楼外边的草坪上，发生激烈争吵，而且呢，还用了 F word， 就是这个非常脏的一个词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证明了说这个内讧的出现。那么川普第一个贴，证明了努钦占上风，而且呢，这个努钦呢。他捧这个给您 Bloomberg 是属于 Michael Bloomberg 他本人的，而 Michael Bloomberg 是非常反川普的，他虽然他自己是共和党或者中间派，那么他这个杂志呢，就是首先捅的就是说纳瓦罗的举止很不专业，非常的就是说没有团队精神，非常不 professional， 那这个肯定是努钦的论调了。但是当 Daily Beast 接出来这个事情以后，你就发现什么呢？
其实并不是专业不专业，而是根本是大家的一个立场问题。所以看来显然就是说这件事呢，努亲是被共军利用了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我曾经说过，中国呢有，就是说他的致命武器有四招，对吧？我说过几次，在我们西方观察节目和在您的节目中我都讲过。第一招就是什么？签约不履约，对吧？拖着你。第二招什么呢？利用西方的主流媒体吓唬你。第三招呢，利用在西方内部的这些，无论是西方人还是华人，他来给他们洗地啊，也是恐吓。那第二招呢，第四招呢，就是利用华尔街来这个来影响市场，是吧？那实际上呢，这个独裁者他专制者他主要是两个最有力的统治工具，一个谎言，一个是什么恐怖，对吧？恫吓。那么签约不履约显然谎言，剩下来这个，哎，来这那什么，所以我后边我还可以再继续分析。这个好了，看来是，哎，我给你捋一下，就是大概是啊，哎，美国这个贸易代表到北京区域的时候啊，回来，在这个阶段，川普先生还是很强硬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是按照正常逻辑发生这个变化啊，在走。那么呢，等他回来之后啊，这个中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啊。这个首先是这个川普要救中信，然后呢救中信了之后呢，突然川普先生又不救了啊，这个最大的变化。然后是金三啊，本来要见川普啊，也说好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军演都可以，突然说现在不可以啊。所以说可以，他说的是不一定，对，非常可能不可以了啊。这个是让大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川普先生又不救中信了，我没说过啊这些东西。那么你解读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巨变啊？你觉得在美国这边因素呢，可能是就是说啊，你怀疑就是华尔街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啊，想跟北京私下做交易。那么呢，最大的一个嫌疑人就财政部长鲁青啊，梅鲁青啊，翻译是这样。然后呢啊，很多消息呢是从这个布伦伯格发出来的，是倾向于这个啊，这个把这个啊，说这个重要的鹰派人物，这个叫什么纳罗出局呢？是因为他啊，跟他的之间的这冲突是因为他不专业，是吧？但是呢，《每日野兽报》传出来的消息呢，啊，《每日野兽报》传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他不专业啊，而是因为纳罗坚持的是他的这个理念，而和梅鲁钦发生了这个冲突。那么这个在鹰派的内部产生了裂缝，那么这个裂缝呢，影响了川普先生的判断。那么川普先生一度倾向于梅鲁钦啊，对纳瓦罗不利。那么现在最后呢，等川普先生发了推说中信的事没那么回事的时候呢，川普先生又回到纳瓦罗强硬的路线上来了啊。等于是现在中美这个谈判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啊，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来了。那么这个，你怎么样认为这个分析，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鹰派集团内部导致了这种分歧，而这种分歧呢跟中国有关系啊，你觉得这个跟中国有多大的关系？是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就是这个梅鲁钦在中国的时候要跟刘鹤单独开闭门会议啊，这种东西是得到川普授权呢，还是纯粹他个人行为，代表华尔街的行为？哦，刚才呢，我忽然忘记了一点，就是说，你看啊，川普早上起来开始反转，然后呢，实际上白宫上午宣布谈判名单中还没有那个纳瓦罗，所以呢，下午2点钟呢，Bloomberg 发文呢说纳瓦罗出局，结果他下午6点钟，我说的是美国中部时间，下午6点钟呢又说什么呢？纳瓦罗又正式宣布纳瓦罗入局，就纳瓦罗又回来，就是说这里边呢，我就讲他的内因是因为美国团部的内讧。那么外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共的计策。那么这里边呢，其中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啊，就是这个这个代表华尔街最不希望看到这个制裁，因为制裁对他没好，他在那边有很大的既得利益。那么因此呢，加上习近平，因为川普很看重跟习近平私人关系，习近平亲自打电话，而关照刘鹤来到你们这边啊，而川普这个人呢，说句实话，川普是个我讲这话可能有人不同意，但川普是个大善人，他心肠特别软，
所以呢，你想他一说你照顾照顾我们小弟啊，刘贺过去了，这个用打这种感情牌，川普肯定他川普是这样的，我对川普还有信心，他从大局上绝对不会变的，但是他在某一个瞬时，他经常发最后表达他的瞬时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弄回来了。但是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是两点，第一点是他的基本盘，他的选民态度，第二点什么呢？是这个他的承诺能不能兑现。那么这几天，就是说从13号到16号这几天，是大量的选民以及选民代表的国会议员在跟他说，而且呢，大家都在骂说那个母亲滚出白宫。这个话在美国那个推特上，我看你看美国人发音把那个Mnuchin给骂的简直是狗血喷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川普慢慢他就回过来了。我这么说哈，我就是如果您要让我分析这事儿呢，其实首先我就说，他即使放中兴一马，我不认为是一无是处的招数，这个有他一定道理。嗯，比如说吧哈，你中兴毕竟是白捡，对不对？他如果中兴当时不是傻帽般的犯了个错误，二乎乎的犯那些低级错误的话，你根本没办法抓他去制裁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本身呢是一个就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利用他呢，去跟中国做一个筹码，这个我觉得是很聪明的，这个我觉得没错。那同时呢，如果说我利用中兴这个事儿，让中国能够快速承诺，让他快速采取行动，那有利于中期选举，哎，这也是好的。同时呢，美国现在川普是等于说几条线同时开动，跟那个伊朗现在是废除核协议，那么将来涉及到马上对伊朗的制裁，大概下周就开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让通过中兴事情让中国公司就范，这也是他一个目的，也都有好处。我就不是说，但是这一招啊，我还认为它是一部烂棋。为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大的风险在里面啊。我给您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事。因为首先呢，美国它是啊有这个绝对的优势的。美国在贸易上它的牌非常多，中国几乎没什么牌。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真打贸易战的话，美国只是说有一个有点阵痛，有可能中国会大伤元气，因此呢中国肯定不愿意打。但是呢，美国到底打还是不打，就是说美国有多大决心打，是不是能阻止美国不打，这个方面中国还抱，我说过他一直在误读川普，所以他一直还抱着幻想，所以他一直将信将疑。中国我可以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美国会肯定打，他还认为美国很可能是不敢打。而川普这一峰回路转一软下来呢，恰恰给他一个口实，让他加强了他自己的一个信念，就是说美国不会打，我有办法让美国不打。本来他应该说你中国第一轮你到中国去了，对吧，敲山震虎到了北京去，我全部大学人都去了，谈判以后怎么谈不成我就回来，已经给他一个姿态。然后回来以后川普发帖，这个造势造得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等于说你想想谈判，我们讲以前我搞过很多谈而且呢我在我们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个University Tulsa 我还是他们的就专门做 international 国学习客座教授。那么我就讲谈判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怎么谈哈，你谈判的起点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现在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什么关系，是中国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而且是每天有10亿美元的逆差，每天就一个 billion， 每天就一个 billion，对吧？那这种你从这种开始谈，对吧？你是从什么？从吐鲁番盆地起。但如果说你现在呢，把这个制裁给加上，我现在直接6月1号开加了，我已经加上了，记得事实，继承事实，我加上了，加上以后，我从加这儿开始谈，那你跟我谈，你做好了，我给你减关税。那么你虽然说这不能说从珠穆朗玛峰起点，至少是从狼牙山起，你是属于下山猛虎。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非常有利，那么这种要造成这种情况，你一定得你逼中国就范。但是现在等于说呢，他这些造的势头呢，可以说都被打，就等于说他被他这么一贴啊，给化解了，等于说自废武功了。对，所以说他回到原点嘛，对啊，嗯，就这折腾，就这回来回一摇摆，等于是这个啊，这个美国内部产生分歧，是不是啊？这个白宫和这个国会的关系最近呢，就是被这个放大了啊，这个紧张关系被放大了，它的内部也开始撕裂啊。这个这块现在我们已经解读了，就是美国这边的这个突变啊。刚才讲到了几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啊，川普这个人听不到习近平的软话，习近平亲自求情啊，这是一个。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他们的内部分裂，就是鹰派内部分裂啊，就主要是这个纳瓦罗和这个梅鲁钦的分裂啊，这个一个强硬，一个相对软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期选举选民的压力，是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咱们谈到就是说啊，这个变化是不是跟这个朝鲜问题有关系？嗯 ，OK。好，我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讲一点，大家可能容易忽略掉的，其实可能很多人没不清楚，中兴问事件呢，甚至意义大过关税。嗯，对，嗯，为什么哈？中美关税贸易逆差这个问题，中国最后大不了就是我给你多买点东西，我自己我减少点逆差，他能承受的。但中兴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他一下暴露中国最大的软肋七寸呢。就是说，我一旦美国一旦断供，中国就啥也不是了。而且呢，对中国这边宣传战被打的，你看，中兴问题一出，所有的官媒都闭嘴了。贸易战上还在那嘴硬，所以说这个问题在哪儿呢？美国没，如果说现在就拿它换，就按《华尔街日报》讲的，就换取一些这个，我相信川普当时发那个贴，老头肯定得到中国的承诺了。但是你就换取一些中方不制裁了。不去大豆换取那个飞机，这个就有点太瞎了，这个就白瞎了，这个这么好的机会，所以这个绝对是我觉得不是个谈判高手做的事儿。啊，那我回到说这个朝鲜问题，那么这个朝鲜问题啊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一点，朝鲜问题纯粹是中方搅浑水。OK， 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啥事儿没有，那么有了中国以后，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嗯，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两边可以并行，也可以相混淆。中方是力图混淆，并且证明说没我你不行。其实呢，美国只要直接坚持、直接忽视中国，跟这个朝鲜直接谈，就跟他讲清楚了，就跟那个这回就借助 Pompeo 去朝鲜这个势头、这个 momentum， 我要再回转，说什么呢？就说你只要跟着我老大走，我保证你的安全。保证给你市场，保证让你经济发展起来，那么而且保护你整个的这个你跟着我走就完了，我这个绝对没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会继续走下去，因为他现在很不安呐，他心里没底，他只要得到美国承诺，就直接忽略中国，就完了。那这个可不可能是中国要教唆他，你去跟美国要价，正好美国再来把中国这个在就跟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谈判砝码加大，最后再回到来看你搞不定朝鲜吧，还要我来吧？我觉得是中国的教唆，但是对于金三来说呢，也符合他的一个行为方式。嗯，就是说在谈判之前我要叫一叫价，所以我一直认为，6月12号的川金会一定会发生，而且他们一定会谈成协议，这是我到现在我不会不变的。嗯嗯，好，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这边啊，就是白宫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啊，川普先生立场也这么大的摇摆。这可苦了这个正在华盛顿的刘鹤啊。那么也许就是刘鹤这个在这个川普没有改变之前，他预备了一套方案，对不对啊？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原点，他又得准备一套方案，所以说这个刘鹤这趟差事啊不好办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从我在最初一直的分析是什么呢，这次呢肯定能签约。那么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川普已经在北京给他们思想做了心理做了准备，同时在这边呢，看如果你再不回应的话，那么6月1号就直接开打了。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刘鹤来，并且呢，习近平亲自打电话，同时那个华尔街对吧？这个内线也在帮助中国，那么这样两边呢，一内一外呢？让川普呢对中兴问题放一马，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高兴，刘鹤就可能兴高采烈拎包过来。刘鹤不是个决策，在专制体制下，决策这种事情，决策一定是最高层，而这个最高层，我想的决策过程就是什么呢？就是王岐山决策，习近平点头，肯定就是这样。刘鹤就是个听差的，你看他一脸的倒霉相，他哎呀，他不可能是那什么决策的，对不对？但是啊，这个听差的以前他可能就是说你说什么我签什么，
这就行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突变，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他你这样，川普你开始说了放中兴一马，现在又不放了，那这种情况让他落差心理落差太大了。那这个我那我回去再考虑，这样会增加复杂性。嗯嗯。但是他背后啊，我估计我在推特上讲，可能还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嗯。什么巨大阴谋？就是说，因为你想想，美国历届总统，就是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无论是从卡特对吧，往到老布什，到这个克林顿，南克林顿啊，到了这个小布什，到奥巴马，最难对付的，让中国最头疼的，最捉不定的，威胁最大的就是川普。那么因此呢，我觉得他背后有个什么阴谋，就是你说什么我签什么，就是我说的四个计策的第一个，就是 WTO style， 什么意思？就是你说什么我签什么，签完了以后玩一个拒不执行。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他的 W style 就把川普活生生变成奥巴马 style， 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协议签了，签了以后不执行，那到最后不执行，一到时候时光已经流逝了几个月、半年以后，好，中期选举开始了，没有效果。那么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啊，不是那个川普就要背中国的黑锅。那这种情况下呢，而且这还没那 GOP 共和党就可能在中期选举失败。不仅如此。那如果你一旦中期选举失败了以后，你再对2020年的这个大选这一仗，就是从吐鲁番盆地开始打了，就不是从拉扬山上面开始打。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呢，2020年继续败下去。所以现在目前刘鹤这次的谈判，甚至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决定胜败的胜负手。嗯。那么这个你刚才有个有意思的信息，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王岐山先生啊是幕后军师啊，也有说法，对，他下一个就是刘鹤完了之后，王岐山要来美国啊，好像这个事情正在越来越成为现实。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之下呢，啊，川普先生面临中期选举啊，今天呢我才采访了另一个嘉宾，少有不慎啊，这个国会两党可能就不是共和党的了，这个时候呢川普总统就可能成为跛脚总统。那么中国押宝押到这个中期选举，那么这个川普先生意识到这是政治风险，因此呢他可能考虑到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对中国做出妥协啊，这是可能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刘鹤先生怎么样的这个最后跟美国签署这个协议啊，考虑到诸多变化的因素，包括这个中信会不会成为筹码啊，川普先生会不会给，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川普先生又基于中期选举的压力，最后能给中国多少妥协，这都是需要刘鹤先生权衡的。那么你认为最后这种刘鹤先生还是会签协议，这个协议刘鹤先生会拿到多少东西？我在预测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下，就是说我认为最佳的策略是什么，因为现在时间不多了，就是说给川普的时间不多了，他现在呢经过这次拖来拖去谈来谈去啊，越来越谈他自己，因为中国最大的一个资本是什么，就是时间。那么川普这边最不利的一个因素就是时间。嗯。那么现在最佳办法就是我原来说的那个递减法，就是说先把制裁加上去，然后一项项根据中国的改进一项项减。嗯。这种情况下呢，马才能争取时间。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起点就我就说从狼牙山起了，就不是从吐鲁番盆地起了。而且呢，这个中国这边呢，你这么做也是让它有效率，因为中国必须应对的是说，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在。我对吧，我是过去完成时，我过去时，我现在进行时，我将来时，我都是在占你便宜的。现在是正在进行时，我在占你便宜，我从这儿你让我改，对吧？你说哎，你现在把你的行为改一改，和我现在先给你关，就我就先加关税，然后再跟你谈判，是什么这种情况？就说好，我再给你降一降，这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从时间上，从效率上，从结果上完全不一样。而且考虑中国这边是一直 WTO style 从来不会履行承诺，这种情况你更重要，就是这种。而且呢，由于现在目前看呢，中国他能够答应，因为呢他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如果你这样做，他面对现实，他就会更快的签。同时啊，说句实话，从中国宣传的角度，美国如果先加关税，对中国宣传，共产党对国内宣传更有利。为什么？如果说现在不加这么谈，那么他中国怎么宣传？就说了啊，说我们现在在决定增加进口，满足美国条件。如果美国现在先加上关税了，那他怎么说呢？说我们成功了让美国减掉关税了，所以呢，他宣传更有利，对吧？因为中国老百姓说句实话，多数都是傻帽，
他们你怎么说他怎么是，所以你这么骗他是最好的。而且呢，你现在的减关税是对中国以前的贸易行为不公行为的一个反应，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你不要记住啊，中国的策略就是儒家文化的阴柔隐忍，它可以十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果你要是西方屡屡上他的当，如果你现在不这么做的话，很可能就会危及到了。那么因此我现在说，如果川普用递减法这样来做了，就是先制裁后谈判，那么美国有绝对把握胜算，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如果不这么做就难说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对川普先生来说啊，不管美国内部鹰派如何分裂，但是最后拍板的一定是川普，对吧？因此这个决策的游戏的中心人物啊还是川普，敢不敢走梅鲁钦啊，继续使用这个纳尔罗等等的，都取决于川普先生的最后的一念之差啊。那么这个另外呢啊，刘鹤先生肯定这次是要拿一个协议回去的，这也是没错，对不对？这就很有可能，也有可能不拿协议，也不拿协议，因为这个主要是川普这个他的一个峰回路转造成的，他又无救中兵了。有可能。那么就老王一说，刘鹤你回来吧，我们不谈了，那这样是不是对美国最不利？不谈，我认为对美国还是最有利的。还是有利。如果他要不谈反而好，那美国直接加关税，这是最好的一条办法。但如果他要谈签了合同，我反而心里没底。好啊，这个话题啊，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啊。今天这个时间，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临时加的，我们不能够充分展开，只是对当下的这个贸易战战情的诡异突变做一个解读啊。这个谢谢这个张巡先生啊，今天呢接受我们那个民进伙伴的采访啊，因为后面还有节目啊，所以说我们就到此打住，也谢谢我们的网友的收看收听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导播的辛苦的制作。今天这个意思呢，我没有总结的一个核心问题，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呢，目前的诡异的这个战情诡异的突变啊，这个跟一系列的因素有关系，跟其中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私人关系，第二呢朝鲜问题，第三呢美国鹰派内部的分裂，第四呢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啊，这些因素都对这个当前的诡异突变有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必然会影响到现在正在美国的这个刘鹤先生的谈判，因为他要准备好几套方案来应对这种随时发生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最后呢张巡先生说，这个决策的关键的权利取决于这个川普川普先生谈判的方法呢是要利用加减法，那也就是说要从珠穆朗玛峰或者南亚山往下压而不是从这个一个平原地带提条件，这样的话你把自己的价码降低了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目前的这种多变的局势呢对中美贸易谈判不利非常不利，所以说这是川普先生的一个不太高明的一个棋子，大概是这样最后这个结局的预测，那么呢更加增加了不预测性中国这个代表刘鹤可能不跟美国签协议回到北京，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还有一个呢，他提到这个贸易战幕后的这个中国的最高军事决策的幕后策划者呢是王岐山先生。好了，这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感谢这个张巡先生感谢我们导播的制作，再感谢我们网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各位观众再见，谢谢小朋友。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历史民进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伊娃，大家就因为我也是一个新的主持人在这个栏目里面那么我也是就是说希望能够大家多多的帮助，多多的鼓励，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因为我觉得呢只有多多的批评才能够促进我不断的改变或者说成长或者是说进步那今天呢上一期呢我们
请到了谭松教授给我们回顾了一下十年前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到这个灾区第一线，拍摄到了很多的图片录像，也采访到了很多的这个死难者学生的家长，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故事。那么我觉得呢，这么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做一期节目的确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今天呢，我还会继续邀请他来给我们谈一谈川震十年我们怎么回去回顾。那么十年呢，对一个人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一个人从青年可以走向中年，一个小孩呢可以从少年成为一个青年，但是对一个国家或者对历史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几乎就是可能刷这么一像一页纸那么快的就过去了，真的不觉得十年就过去了哦。那十年呢，川震已经十年了，但是我觉得不论是对国家来讲，对那些父母来讲，或者在对当地的灾民来讲，那么他们这种痛楚永远都在他们的心上，在他们的身上，就说是他们也一直在不断的拷问，不断的追问，不断的疑惑我们的亲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在那天失去生命。因为如果是说天灾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天灾，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但是人祸呢，那些很多豆腐渣工程下面，在那一刹那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逃生的孩子，在那一刹那都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觉得即使家长他们的拷问也是需要我们来关注，需要我们来协助，需要我们来倾听的哦。当然一期节目呢，我们办一个历史明镜的节目不是一个法庭，自然我更也不是一个法官，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见证，我们这种回忆，这种讨论和反思，那么也会让这些孩子们觉得我们还在想念他们，还在替他们说话。我觉得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视而不见，或者是绕过去，就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或者从道义上来讲，感情上来讲，我们都不可能说就说听不到了，这一页就过去了。今天呢，我还是邀请到了谭松教授来继续给我们讲述他所看到的512大地震。那么现在请导播请出谭松教授好吗？谭松教授您好。你好伊娃，观众们你们好。非常感谢谭松教授呢能够继续跟我们谈论他的见证哦。那么就是说谭松教授呢，我上期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今天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就是说您给这次节目所提供的一张照片哦，我从来还没有见过那样的一张图片，就是在绵竹的复兴二校，这些失去孩子们的家长可能也是悲伤或者愤怒，他们用自己的血写下了自己的孩子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式踩到血的，或者割破手指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给我个人带来了这种视觉上的这种冲击，或者心灵上这种冲击。其实我是觉得这些家长们是要替他们的孩子，就是说讨到一个公道，因为他们的确可能是走投无路吧，既不能够又不打官司的话，这个法院也不接收，去北京的话会被拦住，接受外媒采访的话又会变成恐怖分子，或者是觉得他们是在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请您谈谈这张照片，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拍摄到的，及还有这些背景的情况，请您谈一下。这个地方呢在绵竹市五福镇，它的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复兴二小第二小学。我到达这个镇的时候已经天快黄昏了，我一进这个镇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镇几乎完好无损，同我的灾区看到的那种废墟加废墟，瓦砾加瓦砾完全不一样，整个镇的话又华丽又堂皇又完整，但是这个街上完好无损的大街上到处是标语，树上也挂着标语，冤呐、像什么讨回公道啊，小孩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啊，街上到处都是这种标语，挂的，家长们挂的。好，我就走到了这个学校，到这个学校之后，很多家长这个时候有一天有点晚了走了，但是还有家长在里面抱着他小孩的照片，
我简单说一下这所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这个绵竹五福镇这个整个镇当中，只垮塌了一栋房屋，这栋房屋就是绵竹复兴二小的教学楼。同巨源中学有点相似，巨源中学也是只垮塌了教学楼。那么这个镇里边呢，粉碎性的全部垮塌的这么惨烈的又是教学楼。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废墟上同那个家长们详细交谈了。这所学校它是一个大概什么年，大概修的时间不长，本来呢它只修两层，就后来呢由于这个地方要上学的小孩多，为了赚钱它又加了一层，就说地基本身就不稳了。这是一个据说是个三无的产品，没有找不到，后来找不到设计图纸，找不到有关情况。家长们跟我介绍，这个教学楼居然用纸浆来代替水泥，甚至用竹块来代替那个钢筋。但我这个我没有落实哈，是家长们跟我讲的。好，这个不管是不是事实，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抹不去的，就是这栋教学楼只有几秒钟就垮塌了。垮塌的非常厉害，这个我在学校里边调查当中就说几秒钟一下子几乎是粉碎性的全部垮塌下来。当时还没有上课，这些小孩们一咬了之后马上就往外面跑，结果我们的教学楼没有给他们时间。当时这些小孩们都，特别是底楼的小孩是跑得很快的，一下就可以跑出来，外面就是操场就跑出来，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跑出来。最后来大量的小孩的尸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呢？在楼梯上，在门口挤成一团。我当时很感叹，如果说我们的那个建筑多一秒钟，将会有多少小孩能够跑出来，多坚持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有多少小孩可以跑出来。所以说这个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这些家长们非常愤怒，我没有看到小孩们的尸体，我只拿到了小孩们死亡的名单，129个，这个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班级，每一个人的性别，每一个人的年龄，全部看到了，129，各个班都有。我在那边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从校门口到倒塌的那个校舍地方，牵了很长很长，挂了很长的那个白布，那个白布上面写满了这些小孩的名字，是用什么写的呢？用鲜血写的，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照片能够放上来。我当时拍了好多张照片，而且还录了像，就是很长的一个白布，上面写满了这些遇难学生的名字，而且全部是用鲜血写的。我不知道这些家长们是咬破了指头写的呢，还是怎么写的，反正是血。其中我那个照片上很大一个的名字，要多少血才能把他小孩的名字写下来。家长们非常悲愤，他们每天早上到这个地方来，把遇难学生的那个照片挂在胸前，站成一排每天都这样。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天黄昏了，这家长们回去了，只有几个家长还站在地方不愿意离去。我拍到一个叫张小川的母亲，她抱着她女儿的相片站在那个地方，我们交谈了很久，她告诉了我关于这个校舍垮塌的情况。说这个学校呢由于垮塌的这么惨烈，家长们特别不服气，这种现象就跟都江堰的建新小学是一样的。建新小学我没能钻进去，我冒充学生家长们，他要我到派出所去开证明，诸此类的，说我唯一没有能够钻进去的学校就是都江堰的建新小学。建新小学也是垮塌的非常厉害学生们家长很不服气，一个都江堰的建新小学，一个绵竹的五福镇的复兴二小，这家长们是特别想不通的，说当时他们写了很多标语，也写了很多的抗议的语言，后来他们坚持要上访，就是这个复兴二小他们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说他们说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所以说
他们一直要上访，后来这个群体被打压得很厉害，我就不去讲他了，说这就是复兴二校的情况。关于这一点的话，网上有很多图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很多图片就是反映这些家长们的情况和他们小孩的情况。我去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教学的废墟上打了一个灵堂，一个灵堂写了一个标语，下面这家长们把学生的照片全部放很大，挨着挨着用玻框把它压起来，然后摆在那个里边烧着香。我在那里的时候非常悲痛啊，在街区，在灾区，我好几次掉眼泪，其中在那个复兴二校，当时我就是眼泪又涌出来了。特别是那个张小栓的母亲，当时他给我讲那个情况的时候，我非常悲，除了悲以外，还是很愤怒。好，这是复兴二校。关于复兴二校的情况，网上后来的很多报道，他们一直要求上访，还到北京上访，当然他们后来的打压也是很严重的，就是这个复兴二校。好，我拍的，我录了一段像，拍了一些照片。嗯，好的，如果以后再有机会的话，请谭松教授能够把您的图片或者录像给我们展示一下，让我们看到那些父母的这种悲痛，还有哪一些孩子。因为您说刚才您说是100多少个，我忘记了，129。作为我来讲，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有一个孩子，那么129个，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就会牵扯到129个，或者有一个家庭有2个孩子，那至少牵扯到100个父母亲。那么作为一个父母，他有多大的勇气，他要忍着多大的那种痛苦才能把血弄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写在那个上面，就说其中的那种悲伤和愤怒。因为我不是这种亲历人，可能我都很难体会他们这种就是失去孩子的那种痛苦。当时我只插一下，就是当时很多小孩层层叠叠的压在那个楼梯上，他们想逃生逃生。当时是尸体加尸体全部是压在那个楼梯上，他们想跑出来。很多小孩已经从教室里边跑出来了，在楼梯上他们没来得及，当时一层一层的尸体压在那儿，我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悲伤，就是说这些小孩，可想家长们看他们小孩层层叠叠挤在地上，他们多么渴望获得拯救，或者能够逃生。但是我们的那个教学楼没有给他们这种几秒钟的时间。对，这也是我想说的。过去了10年了，我一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想到这小孩层层叠叠的挤压在那个门口，挤压在那个教室门口，挤压在楼梯门口的时候，我心里边就不能平静下来。好，我下边我想接着说一下北川中学。好的，因为北川中学同那个绵竹复兴二校很相似的情况。北川中学是整个我调查的采访走访当中的死伤最惨烈的，北川也是灾区当中的灾区，我们说汶川地震，实际上死伤最惨重的是在北川，而不在汶川。虽然后来绵竹认为死伤最人最多的是在绵竹，不在北川，我们不去纠缠他这个问题了。但是北川呢，他整个县城都毁了。那么我去的时候，北川封锁得很厉害。当然呢，我还是能够，我成功的又钻进去了。这个不讲他那个过程了，这是记者采访的一些技巧问题。沿途都是岗哨，后来很幸运的是，我还是钻进去了。就最后一关，在任家坪那个收费站的时候，军警拦下来了。因为北川当时已经封锁了，整个封锁了，北川中学也基本上封锁了。北川中学里边只有部队、防化兵和武警在里边，主要是防化兵。因为北川中学死了1000多学生，我没有拿到北川中学的名单，说具体北川中学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据说网上说是有的说是1500，有的是1300，有的说1700，我们不管他是多少，反正是上千人学生死在里面了。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教学楼的问题。北川中学这个教学楼只有10来年的时间，修建的时候据说是说能够抗8级地震，结果呢它5层教学楼整体性的垮塌，
学生们死伤非常惨重，包括有50多个老师。这个名单我也没有，我不敢说我的数字是准确的。我看的一些情况，别给我介绍的是50多个老师，1000多学生死在里面，他的故事非常多。那么我去的时候，部队在里面撒药，一个是消毒的药，一个是那个抢水。为什么要用抢水呢？就是因为还有几百学生挖不出来了。因为他5层都垮在下面的，最下面的根本就没办法救，没办法挖出来，天气又热，很快尸体就要腐烂，所以当时就是用防化兵在里边撒的抢水，非常那个气味特别难闻。我在灾区采访当中有两个地方气味特别难闻，一个是汉旺镇，一个就是北川中学，当时那个呼吸进去之后，他火辣了，一直烧到肺里边去了，所以当时不准人进去，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怕那个。疫情啊，怕那个得说那种感染啊，那个气味太难闻了，尸体的气味、消毒的气味、抢水的气味，整个北川中学就是整个找一种恐怖的状况啊笼罩下来。我认为我见到最恐怖的一个东汽中学汉旺镇，还有就是北川中学，当时阴森森的那种感觉特别恐怖。那么我在里边采访当中的时候。部队官兵我没采访，我采访到里边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守那个教师宿舍的一个老人，他的哥哥也死了，他在里边守，我同他聊了一阵，他也提供了一些情况。那么我看到一个情况，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川中学他的旁边的学生宿舍完好无损，有一张照片，不知道能不能传上去，我拍的。还有一张照片非常珍贵，非常说明问题的，就是在距北川中学的校舍的那教学楼的旁边，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地方，有一栋红红的瓦的房子。我去看那个房子完好无损，它后面一点大概也只有50米的地方就是教师宿舍。我在教师宿舍仔细考察，这个教师宿舍连玻璃都没震烂，瓦也没震下来，一个墙壁裂缝都没有。有人说这么强大的地震根本人们建筑看不住，那为什么北川中学旁边的他的60年代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修的房子没垮，而教学楼垮得这么大呢，垮得这么惨呢？所以说这个问题后来我顺便说一下，我到问了一个当地的一个教育局的一个官员，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校舍垮得这么厉害，这么惨烈。他的回答我永远记得。他说校舍因为它的跨度比较大，教室比较大，它的跨度比较大，它就不抗震。他这么解释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计之谈。后来我又到了另一个县，这个县就是大邑县。大邑县也是灾区。我进去了一个很著名的中学，这个中学就现在叫安仁中学，以前叫文采中学。这个中学就是1943年刘文采修的中学。当时地震之后，当地人觉得肯定很多已经是危房了，尤其是刘文采修的那个跨度很大的大礼堂，那个跨度是一般教室的2到3倍以上的大的跨度。当时们官员们说，肯定这个大礼堂不能用了。结果检查，这个跨度是教室几倍大的跨度，那个大礼堂完好无损。说来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文采中学里边有2栋危房，2栋都是危楼，不能去了。这2栋危楼是谁修的呢？是十几年前，不到十几年哦，就是地震灾区之前还不到10年修的房子，又是当局修的房子，一个是食堂，一个是什么？这2栋楼成了危房。这个是当地一个学生，啊，一个高二的学生亲口跟我们讲的，就是这2栋危房，说这个时候跨度很大啊，导致这个校舍垮塌是不成立的。说北川中学死伤这么惨重，豆腐渣工程是他的原因，这是人祸。好的，谭松教授，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两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哦，就是因为豆腐渣工程，然后让这么多的学生死于这种非命。那如果是说这个质量稍微好一点，即便是垮了，这个跨度时间能够多一点，
不要说几分钟，哪怕多一分钟多30秒钟，可能有一些孩子可以都说是死里逃生。就是在您的文章里面，您就提到北川的雷古镇的希望小学，就是同样一个地方，这边是垮塌的，就像是粉碎性骨折，那边呢完好无损，但是在地震过后呢，可能来的人多或者家长们的质问多，当地政府就把这座学校完好无损的这个建筑物给炸掉了。我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叫人工地震，就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炸掉呢？我真的也搞不懂，就请您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为什么要做一个人工性的这种地震，把一个没有地震中没有震掉的房子然后人工把它搞掉。好，这点我想介绍一下一个背景哈。在灾区我看到了一些完好无损的房子，一栋房子就是在连珠九龙镇的那个政府的一个楼子，那个修，我当时他旁边就是当地垮塌的很惨烈的一个小学。那么我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在一片废墟上，一个好像当时根本感觉是像金碧辉煌了，因为看那种废墟看的太多之后，突然看到一个完整的房子的话，一下就啊，怎么这么漂亮一个房子在一边，再一看那是政府的房子，我走进去看了，瓦都没震掉，玻璃也没震烂，完好无损。我一张照片传上来的，小九龙镇双桐村的那个村委会的房子，修得非常好。这个跟红北镇石坊的红北镇的那个书记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坚固。说在灾区一片废墟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完整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我刚才提到这个房子有张照片，就是政府的房子，没垮，很坚固。还有个房子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雷古镇的希望小学。雷古镇是什么地方呢？它在北川，它离北川大概只有是10多公里吗？大概10多公里的地方，也是属于一个重灾区，因为北川是重灾区。我到雷古镇的时候发现是我去的镇当中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镇，这个镇的很多民房几乎都垮塌了，医院都垮塌了，垮塌的很惨烈。就这个镇的话，同我看的其他镇不一样啊，受灾非常严重。但是在这个镇上我突然看到了一栋完好无损的房屋，这个房子就是雷古镇希望小学。啊，我当时一看到3层楼嘛，好像是裂纹都没有。好，我就很好奇，我正常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学校，一下我会问，原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希望小学。那么这所小学的学生没有死人，全部活下来了。据说当时我了解到只有一个学生死了，他死在家里边了。这个刚好同那个刘婷一样，刘婷他们在学校里边死了，家里边不会死。这个呢在学校没有死，他回家里边这个学生死了。但我没落实这个人是谁，这个学生是谁。那么这所学校我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就是当时的汉农集团，就是刘汉前不久被说是黑社会的被枪毙了那个人，他们援建了，在灾区援建了5所希望小学，其中北川好像有2所，一所在那个渠山镇的镇家乡，那个小学也没垮塌。我采访了那个学校的一个学生叫武丽娟，他说他们学校全部没垮塌，也就是说刘汉集团援建的那个5所希望小学，在这次严峻的那个地震当中全部完好无损。当然后来我去查资料得知了他们是怎么修的那是很严格的按照标准来修。说这所学校呢他就没垮塌，和其他4所希望小学里边救了多少学生我不知道，但是雷古镇这个学校我了解到学生在里边没有死，因为校舍没垮塌。那么这张照片你放大了看，会发现它下面的那些墙壁和柱头已经破损了。这个破损我告诉大家不是地震造成的，是部队用那个钻眼啊把它打烂的。为什么要打烂呢？因为他们要放炸药把这所学校炸掉。我采访了当时的那个负责爆破的一个军人，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为什么要把它打掉要炸呢？说上面的指示叫他们尽快把这个教学楼炸掉。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它炸掉？因为你不是说校舍都不抗震吗？校舍都这么严峻的地震当中，校舍经不起地震吗？那么为什么这所学校和其他几所学校能够抗震呢？这不就是打自己耳光吗？于是为了让他有说法，必须把这个证据把它抹掉，说你们看到这张照片，就是他最后存活的几个小时了，不到十个小时了，因为部队说他们很快就要把它炸掉了，所以说他这张照片可能就是他最后的容颜了。从这一点看，就是当局想抹掉这个教学楼不抗震的这个证据，因为雷谷镇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到北川必须经过雷谷镇。对，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故事，在您的文章中，是您有一句话，就是挺好笑的话，就是您懂的。其实我懂了，我是故意让您有一个机会来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当然，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一个建筑物，它不是一根头发，也不是一个芝麻，它没有被炸掉，很多人都会留下证据，就包括您拍下照片都会留下证据。那么这种炸呢，可以说是掩耳盗铃吧，可以说是自欺欺人。其人的做法，因为它确实是在地震之中并没有被震掉，而是被人为的，我就叫它人为地震，人为搞掉的，就这种做法很好笑。而且当时这个小学的话亏起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当地很多灾民们啊，他们房屋都垮了，有的单位的房子也垮了，急需要房子，雷谷镇那个地方比较冷，它靠到那个山区那边去了，完全可以来安置灾民或安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什么所谓的救灾的地方，完全可以用的。很多人都没有房子了，在外面露宿在街头，但是完全可以住的房子全部把它炸掉。嗯，对，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我们以后有进一步的有人来见证这个荒唐的、可笑的中国式的这种掩盖。任何灾难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行为就是掩盖、掩埋，就让大家的记忆也能够掩埋，这种丑恶也能掩埋，什么都要掩埋哦，这真的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那么我们的节目继续往下，就是说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你提供了一些当时的志愿者的图片哦。那这些志愿者呢，可以说他们也不是非常有钱的人，或者是说像明星一样的到灾区拍拍照，然后很美丽的，确实能够感动中国。他们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举例一下这些志愿者，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职业，他们为什么可以当时就到，他们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就说请您讲讲这些志愿者，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需要我们记住的，或者是说需要我们今天依然要感谢的一些人。对，在灾区我觉得五幺二地震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人们的爱心、奉献心、同情心、悲悯心，一是极大的展示啊，而且是在灾区里边你到处可以看到非常感人的那些志愿者。我们都说中国人冷漠麻木是吗，哈，只顾自己什么什么，但是在五幺二地震的当中我看到了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仍然有同情心、有奉献精神、有爱心。我举几个例子吧，一个是在一个叫尊道镇的地方，这个镇受灾很严重，它靠到了龙门山了，在龙门山脚下，我在那儿就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中年男人当中，我看到他满脸沧桑，因为我做记者嘛，我就各种人我就想采访，我就跟他攀谈起来了。我记下了名字，至今我都记得。他因为姓的很独特，叫辛，就辛苦的辛，叫辛兔记。这个人呢，他是从西安来的。当时我们交谈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流下来，也让我很感动。他是西安的一个退伍老兵，结果退伍回来的时候他没工作，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五幺二地震之后，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到灾区来，但是他没钱，他很穷，他借了1000块钱，奔赴的第一个地方，他就是到的那个都江堰的聚源中学。我们刚才跟他说讲的那个聚源中学，到那个地方，他说他是在部队上学过一些救援工作的，他想去救学生，但是当地人不要他救，只让他洗尸体，他就洗了很多学生的尸体。好，那边救援工作完了之后，就听说那个
遵道镇受灾很严重，他也赶到了一个遵道镇来。到这儿来之后，他钱基本上没有了，吃的也几乎他没有了，而且他回去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交谈当中很感动，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觉得我无法回去，他无法放弃这边这些学生啊，这些小孩啊，这方面的哈，我非常同情他，他为这个当中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他说最后实在不行，他就去找人募点钱，把回去的票买了。那个时候人都是互相帮助，我也非常感动。他说到一些小孩的，他特别说到聚源中学，他去洗尸体的时候那种感受，他那个眼泪啊一直流下来。这么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一个退伍军人，哎呀，当时我也非常感动，我就把我身上的800块钱一下掏出来都给他，而且我还给他一包比钱更珍贵的东西。就是牛肉干，这我顺便说一下，刚才伊娃你问我哈，说在外面采访吃这怎么办？因为我经常在外面跑，我知道在外面要带的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其他东西，而是牛肉干，因为牛肉干的那个它不占地方，它的能量的话相当足。我曾经用一把牛肉干支撑了一天一整天的。在那个藏区的那个时候，徒步走了高原的时候，我用一把牛肉干，整个能量供给了我一天。所以我在灾区的时候，你问我吃什么，刚才我说哈，除了吃方便面以外，还有就是，牛肉干。说当时我就把我的牛肉干全部给他了，全部给他了牛肉干。但住他就是随便找个地方住，我们都是随便找个地方住，那个地方没有完好的房子了。这个老兵，我认为让我很感动。第二个人我讲的就是一个叫乌冬梅的人，这是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当时我正在那个一个废墟上吃方便面，因为那个时候没开水，方便面只有灾区已经没有开水了，我就在那儿啃那个方便面，啃那个方便面，那个是很痛苦的，只要吃了一个星期以上方便面，你看着方便面就想吐，那个当中啃方便面，而且牙齿就出血。正在啃方便面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很轻柔的女孩的声音，她说你们要不要开水？哎，我说这个地方还有开水吗？就一下我说哎，有开水啊。结果她一会儿就从一个破烂的房子里边去拿了个开水出来给我们冲开水泡方便面，这就交谈起来了。这个女孩我认为她也非常不简单，她是成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职员，她听说512地震发生之后，他有车，他第一时间就开到了一个灾区来。一到灾区来之后呢，他就发现更需要救助的人是这些志愿者。有一件事让他决定救助志愿者，而不是救助那些伤员，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外地的司机，有的拉了很多东西来，长途好多夜开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开水没有喝的，住的什么没有，吃的也没有，他就觉得至少要供应他们开水。其他的供应不了，他供应开水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破房子，那个到处是空房子，破房子，他一个女孩住在这个破房子里边，周围还有很多死人啊，这方面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克服这种勇气的。他住在里边找了很多柴，那个时候很多木板呢架起来烧开水，他独自一个女孩住在一个破房子里边烧开水供给这些志愿者，包括也供给给我。我非常感动，这个女孩当中叫乌冬梅，好，后来我们保持了联系。我后来到龙门山的时候，她一直提醒我发微信来，发那个短信来，她说你一定要注意，龙门山很危险，好，就是这个女孩。当然还有很多志愿者，比如说我在那龙门山遇到的一个叫雷什么呢？那个他从上海来，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只有什么呢？只有六七千块钱。他为了把这点钱全部捐献给灾区，他到了重庆火车站的时候就不住旅馆，睡到那个重庆火车站的那个广场上，然后到灾区来把钱全部捐献给灾区。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啊，都说现在年轻人很多只顾自己，不，我在灾区看到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那个，比如说还看到两个年轻人也是我的老乡，重庆人，当时我们见面遇到之后，他们说他们就是洗尸体。他们六个人把全部钱集中起来，有8000多块钱，全部买了药，到灾区来捐献给灾区。他们就洗尸体，
他们说一辈子他们都忘不了这种感受。后来我同他们在一起告别的时候，我说我们照张相，跟你照张相合影告别嘛。他们面对我的相机，他们想笑一下，后来我发现他们那个笑容都是苦涩的，笑不出来了。他们把自己全部钱捐献出来，他们必须要回去了，因为他们只请了半个月的假。这些很多很多感人的灾区的情况。另外我觉得我还遇到就是灾民们，实际上当时也让人很感动。我记得是在汉旺镇采访的时候，当时那一天我特别累，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9点钟只吃了一包方便面。后来当地灾民们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坚决不准我走。他们都没有米了，当时供应米，当时是已经没粮食了，一天一个人供应多少米哦，很少。他们坚决不准我走啊，我也不忍心吃他们的饭。他们也没有，就在外面架了一些灶啊，哈，架了一些灶，在竹林下面架灶，要煮饭。我坚决不吃，我就走了。走了，我从里边村子返回来的时候，他们全部站在路上，把我拦截下来，必须吃了饭再走。当时我拍了张照，没传给你。当时我就在那个他们那上，他说必须要吃一顿饭才走。当时已经晚上是9点多钟、10点钟了，让我很感动。这些灾民们，他们米都很艰难，好熬了一锅稀饭，让我在那儿吃了一锅稀饭。那就是我早10点钟吃的第二顿饭，不过也不觉得饿，在饿那个地方不觉得饿呢，因为你看到尸体加尸体，鲜血加鲜血，废墟加废墟，心中充满了东西之后，你就不想吃饭了。不想吃饭了，但是那个灾民们，那个我后来还传了张照片，也是，结果在另一家是在龙门山脚下，就是我差点遇难那个地方，遇难后来我没办法回来，看到一个农民打了一个棚子在路边上，我就说我可不可以睡在你们那个棚子外面的地上，他支出来一点可以遮雨。好，他们非要叫我在里边住，很小一点，他们一家人有女的，我怎么好在里边住嘛哈？我说我就在外面那个地上睡，他们抱了一床棉絮给我，我就睡在地上，睡地上。结果早上起来，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晚上煮了一锅干饭，居然还弄了一块腊肉，不是腊肉，是腊肉。他非要我吃了才走，我就睡在他们外面那个地上睡了一晚上。结果那个干饭我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牙齿出血，牙龈全部肿胀，我一碗都吃不下去。一咬那个干饭的话，他就那个就出血，肉也嚼不下去。但是我很感动，走的时候我给他们留活了张影。这就是我在灾区的第二个那个灾民家里边的，说这些很多很感人的事迹。在灾区，我觉得我们那个民族实际上有他的善良的，有他有同情心爱心的，在地震灾区到处看到这种现象，大家互相帮助，不分彼此，你打我的车，我打你的车，你把你的钱给我，没有，我把我的吃的给你，都是这样，很多很多很感人的事迹。还有我在好像那个一个什么烂云，我采访了一个烂云里边，我看到烂米云里边看到有一个女的，上海来的，她一直在做那些小孩失去家长的、失去父母的小孩的心理辅导工作，我就很想采访一下她。她理都不理我，她只同小孩说话，她说我不想说什么。我在旁边观察她2个多小时，声音都全部沙哑了，给小孩做游戏，给小孩逗小孩开心。我当时也是非常感动，说我们会被悲伤让我们眼泪出来，我们也会被这些默默无闻的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奉献精神而热泪盈眶。我在旁边观察了2个多小时，他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停息，辅导了这个小孩又是辅导那个小孩，安慰了这个小孩又安慰那个小孩，嗓子完全沙哑。我不知道他是坚持了多久，因为他不接受我的采访，他不说，他不需要报答，不需要说什么，他只辅导小孩。很多很多这种感人的事迹，要讲的话可以讲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无法一一讲了。嗯，好的，非常感谢谭松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非常感人的故事哦，而且这些故事呢，在您的文章里面好像还没有细写，但是我觉得在就是说这种苦难之中，这种危难之中哦，我们真的是看到这种人性的这种
非常善良的，就人的这种，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互相不计较任何，平时可能有很多坏的毛病啊，或者计较啊，但那个时候，特别是您谈到这个老兵，是我们这个西安老乡，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他。真的是可能是社会地位啊，他甚至都没有工作那么卑微的，但是在这种危难之中呢，他总觉得是要多做一点。那么他为这些孩子们失去生命的孩子们洗尸体的话，因为那些尸体在高楼下可能都会鲜血淋淋，已经都面目全非了，但是他们可以说是最后送这些孩子一程吧，虽然不是他们的孩子，那确实要向这些志愿者哦，真的是要感谢他们，而且也铭记他们，尽管说他们也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可能也没有机会上电视啊，或者更 得不到什么这种奖赏啊、奖励啊什么的。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些演讲团在全国乱跑嘛，甚至就是说他们肯定永远，他们也不是为这个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记得他们。那当然就是说，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呢，有很多的媒体人都往那里走。那我记得比较著名的就是中山大学的这个艾晓明教授，他也去了第一现场，他就拍摄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叫《我们的娃娃》。那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叫杜海滨，他也拍了一个片子，就是很多的，那当然包括艾薇薇他们都有去。那么其中呢，比较著名的也是，就是说我记得您说过您他是您的好朋友，就是谭作人先生，他也是到灾区去拍摄，想留下第一现场的见证。那么后来呢，他就是说，判成了一个这个颠覆政府罪，就判了5年的刑。但是他到底有什么罪行呢？真的我还是不是很清楚，请您给我们观众讲一讲谭作人的罪行，让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颠覆政府的，好吗？嗯，好，谭作人呢，当时地震的时候我不认识他啊，但是我知道他，因为我看到香港拍的一个片子，讲那个汶川那个大地震的，其中就有谭作人，就是他是主角在里边。我看到他在灾区走，捡到学生的书包，他捡到学生的书包的时候，拿着那个学生的书的时候，他一下就哭起来了，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灾区的时候，也第一次就是罗水小学看到学生的书的上面的时候，还有宣学的时候，我当时也是，那是我第一次哭，在灾区里边就蹲下去哭了很久。说谭主任当时拿到学生的书包，那个一下就哭的时候，我一下感同身受，所以我就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这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么后来呢，我就知道他被抓了，因为他调查学生死亡的情况，采访学生的家长，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儿，包括反对那个成都修那个彭化那些事儿。那么他被抓的时候我是知道的，当时审判的时候，灾区的家长去了很多人，觉得非常不平静，他为我们说话啊，来为我们那个关注我们，为什么叫被抓呢？说他被抓的时候，当时审判的时候引起了海内海外很大的反响，这个时候我都不认识他啊，据说成都领事馆这些都去了的，当局在这么大的压力下照样把他判了5年的徒刑啊，我当时还以为有这么多灾区的那些家长们支持他，也有海内海外的媒体关注他，他应当是那个可能会无罪释放吧，结果后来判了5年的徒刑。哎呀，我当时心里边非常非常悲愤，这是另一种悲愤。那么后来他出狱之后，5年之后他出来了，到重庆来了，我们见了面了，我们两个一见如故，现在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和兄弟。谭主任这个人是什么呢？我从他后来当然成好朋友了，我们交往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心地非常善良的人，非常善良。你从他交谈当中，有时候你看出来眼光里边有时候有一种恨，但是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善良和爱在里边。这种他之所以恨，就是因为他爱，他太爱这些东西了，所以他有时候有一种悲愤啊，他为那种无辜的那些人他去奔波，
包括为现在的黄旗这些有关的建筑奔波，为死难的学生们为奔波，全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这是我认为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啊，所以说谭主任他为这是坐五年牢啊，真是还不能用不公或者是用冤枉来形容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啊，把这种人判刑。那么我这儿还要说的也是还要说的一件事，就是不止一个谭卓人被抓了，还有同我一块采访了一些地方的一个人叫刘少坤也被抓了。我传了一张照片上来，就是我同他在复兴二小一块照的相。当时是我他是我的朋友，是广汉中学的一个老师，我是我也是我的朋友，他听说采访之后他也要来，后来我们就一块走了一些地方。当然我们也很悲愤，结果采访完了之后，在6月23号有地震灾区地震那个之后一个多月之后，他就被当局抓捕了。抓捕之后判了一年的劳教，判了一年劳教。他被抓了之后，当时我也以为我也会被抓，因为我也有前科被抓过，就是因为调查右派。说当时呢，他的儿子打电话来叫我救他爸，我怎么救嘛？我没办法救他，于是我也出去躲了半个多月时间，在外面找了一张空房子，不敢住在家里边了。当时如果我也在广汉，我也会被抓。说这件事儿，当然他没坐满，他坐了大概7-8个月的牢，因为他儿子在美国大力呼吁外界那个介入之后。他做了7-8个月之后就把他放出来了，他也是为5.12地震坐的牢。无论是谭卓仁还是刘少坤，都让我感觉到不知道怎么说。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有哪一个豆腐渣工程的建造者和有关的官员受到追究，至少我没看到说谁因为5.12地震修了一个豆腐渣工程受到处罚。虽然温总理早就说了要追究，也没有看到哪个有关的官员为此承担责任。我看到的就是谭卓仁、刘少坤被抓进监狱，去问责的人有罪，制造豆腐渣工程的人无罪。我不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这些年来我因为调查也是老是处在这种恐惧和威胁当中。好的，谭松教授。那么就是说今年呢是汶川大地震的10周年啊，当然官方呢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陈道明，10年前呢他拿一本东西在朗读，今年呢又在朗读。那当然他的这种文本呢肯定也是经过审查的，这个稿子也会有人给他写的。那我没有去看，但是无非就是说，哎呀，我们多么悲伤啊，我们会向前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可以想象他会讲些什么东西哦。那在汶川这个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呢，这个现在的现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呢也给他没有亲自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亲自去哦，这么一个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机会他没有去，但是他写了一封信。他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汶川的地震灾区恢复的工作呢做得非常好，可以说举世注目，那么为国际社会展开救灾和恢复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就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且现在有人提议说这个5.12呢应该是一个感恩日，那很多的家长或者社会呢都觉得我们的孩子死了，这十年来这个造成孩子的死亡的豆腐渣工程没有人追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的孩子死不瞑目啊。那如果他就像刘婷当时11岁，如果他活着的话，现在已经是21、22岁的小孩了，甚至都可以谈恋爱了。那有的刚才您讲到的琪琪和佳佳当时只有16岁，现在如果活着的话他们都26岁了，或许他们都做母亲了，但是他们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永远都没有成长，他们的生命就在那一秒钟之内
就永远的消失了。就是请谭宗教授给我们谈一谈，我们现在怎么样面对512，就是说现在媒体上当然就是说还是会鼓励啊，就是说是用利用这个512来给大家鼓劲啊，要爱国呀，要感恩呢，就说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怎么样感恩？说到感恩这个字儿，我就不知道那个512地震该怎么感恩，向谁感恩，感什么恩？感谢党的领导吗？感谢那个后来房子又修的新房子了吗？我觉得这个题材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传统，从50年代开始，以前我讲新闻课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一点，就说从50年代起就有一个现象，灾难出现之后把灾难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喜事儿，就我们说的把丧事办成喜事儿。记得当时我不确切了，没查，是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大水灾，死伤很惨重，怎么办呢？当地后来灵机一动想到去，我们就说救援很好啊，就把它变成救援很好啊，我们的那个很多感人的事件啊，怎么救助啊，党怎么关怀啊。就从那一次起之后，大概是50年代中期还是初期哦，我忘了。于是从那以后去，当局是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就是任何灾难发现之后，都把它变成一个歌颂党和歌颂社会主义的那种优越性的一个颂歌。这儿我举两个例子来说，512地震也是这样。一个就是我在什么镇呢？遵道镇。刚刚这些小孩们还死伤惨重的时候，为了宣扬的时候，学校又复课了，在党的关怀下，把这些小孩强行弄起来，搞了一个开学典礼，希望开学典礼，我去参加了这个会，我在这个会上拍了一张照片，好像传了一张来，一个学生那个还贴着伤口，有个学生还吊着手，他们满脸愁苦来开什么学？那个时候根本不是需要开学来上课的问题，而是给他们心理救助，心理救助。但是为了报道，所有的媒体全部来了。你看，我们摘了之后，我们党让他们马上又上课了。我当时就很感叹，马上这就是一个宣传了。另外还有一件事让我很纠结。我刚刚从灾区回来，就发现电视上在播什么呢？把几个北川中学幸存的学生，他们找来什么呢？找来跳那个欢快的羌族舞蹈，跳那个舞，说明啊，我们很欢快。那几个学生的在电视上我看到的时候，那几个学生没有一点笑容，跳得也很僵硬，但是当局要他们跳，让他们表示欢快。我那个时候的愤怒不亚于我在灾区看到了那个豆腐渣工程的愤怒，当时真是想把那个椅子把那个电视给他砸了。他们什么欢快？几个月之后，我重返大学讲台，然后第二年就是512地震一周年，结果我看学校搞了很多欢快的来纪念512地震一周年的，其中有的话就是灾区人民啊，哈，在党的领导下，现在是生活很好。其中哈、啊、那些母亲们呐、啊，他们一半是眼泪，一半是欢笑。我看到这句话是我一下愤怒的不得了，我也没办法，我只好在班上跟学生讲的时候，我说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她的眼泪当中有哪一半是欢笑，她是永恒的痛，一辈子的痛，哪儿来的欢笑？而且配的照片全是这些欢笑的照片。我就当时发现，我也是搞了多点新闻的啊，也教了几年新闻课的，教了4年新闻课的，我就深深知道这种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办的传统，真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灾难，一个另一个灾难，一个在自然灾害之上的又一个人为灾难。我们永远不去反思这个灾难它的原因，它的后果，我们如何预防它，而是把灾难变成一个颂歌，歌颂党的伟大啊，歌颂政府的那种救助，啊，全部变成一个颂歌。说这次当中10周年之后，
仍然把它变成一个颂歌。我就不想再说这个，这是它一个传统。一个我们搞新闻看的话，说我给学生出题的时候，我说灾难发生之后我们该怎样报道，如果你如实报道那就不行，那必须把它变成一个你看不到灾，你只看到了一种关怀，党的关怀，党的救助。1998年的洪水，整个的几个的电视上全是红旗飘飘，斗志昂扬，一方受灾八方支援，最灾难的它的惨烈状况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对这种情况非常反感，但是我无能为力。嗯，好的，谭松教授，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期节目呢也要马上结束了哦。说到这个呢，我就记得有时候，因为我们家也有中国的电视看，每次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也会看那些赈灾晚会，那么他们都会中央电视台在会在第一时间，好比说很短期内招，因为他有这个微信嘛，可以招到很多的明星来，明星呢用大把大把的现金往里塞，那有很多的名人会出现，而且同时呢，他们我不知道在第一时间可以把灾区的老人呢、孩子啊，就特别是上次玉树地震的时候，就把那个玉树的小孩，他们甚至汉语都讲不好，但是他们都会很生硬的讲感谢政府，感谢党。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个人，就是范曾教授，我不知道您对他了解不了解，他的话是非常好，字是非常高，据说呢他的话可以卖的给那个天津的哪一个大学可以买一栋楼，建一栋楼啊，那就是要数千万的。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范曾先生今年可能都有80岁有没有，他也过去也是一个右派，那64的时候他流亡法国，然后他又回国，回国之后我亲眼看到在一次所谓赈灾义演的时候，不是四川这一次，是大概是玉树那次，范曾老先生70多岁的人就是几乎就是沙哑的喊着，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这个镜头是我亲眼看见的，不是我道听途说的，所以我今天还是要重复一下，我说如果年轻人会受宣传会受影响，但是范曾老人家，你是当年被打成右派去挑过土的，你是六四在北京亲眼看到屠杀的，你居然在人民大会堂青筋暴怒，以70多岁的这种真的是老脸来这样喊的话，我就想问一句，你问心有没有愧哦？我只是想问这么一句话，这个话呢可能传不到他耳朵里，但是有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录像为证，他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了我们党我们才能有个这样的成就，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救助。那么可以说天灾，我记得和平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说天灾什么地方都有，人祸也是避免不了的，问题是面对这种时候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够能够尽量在天灾之后尽量避免人祸，少一点伤亡，少一点对生命的这种损失，是我们要不断的总结的事情哦。那在地震之后呢，当然就是在10年前和现在这个中共官方一致的说法都是因为说地震太厉害了，我们的建筑物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天灾，就是这种天灾，就是所谓自然灾害，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然后这些家长呢也不断的被阻拦呀打压呀，今天我甚至看到一个母亲，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又怀孕了，在她怀孕期间被公安局送的过程中，她就流产在警车上，她现在也没有孩子了，丈夫也不要她了，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她流产在警车上。我们想一想，作为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流产在警车上，这就是答案，这就是10年后给母亲的答案。就像您说的，母亲能笑吗？母亲又再次流血，可能我有点激动，但是我的确是非常的愤怒哦，真的是非常的生气。那刚好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父亲在今年的清明节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那么我念其中的一段就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个爸爸叫，我找一下啊，很抱歉，这个爸爸叫桑军，他的儿子当时只有11岁，他的孩子叫桑信
桑庆鹏，他过后呢又生了一个儿子，他总是给儿子说你的哥哥去北京上大学了，因为他不想告诉他幼小的孩子这个真相，他总是说哥哥不在家，但是他的儿子现在已经知道哥哥已经死了，然后他就领上他的儿子去给这个自己的大儿子去上坟，那么他也写了一封信念给自己的孩子，他就给他的孩子说，想到2008年5月12日2月28分那刻，爸爸的心在滴血。那个时候你是多么的孤独，多么的恐惧。儿子啊，你和你的同学们用鲜活的生命为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买了单，那个所谓你们向往的学校最后成了你们埋葬的坟墓，多么悲哀，多么可耻。儿子啊，你在天堂还好吗？儿子，爸爸会永远为你讨公道。这个父亲就说呢，再危险我都不怕，为了孩子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死。但是他想去北京上访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农民，靠养猪能够挣到一点钱，但是他在火车上刚到郑州的时候，那些国安知道以后，他们是坐飞机到郑州上，到火车上就把他带回去了。所以现在能够上访的家长也越来越少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每次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应该是很冷静的，但是我听谭松先生谈的时候，当我念这个父亲的信的时候，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我觉得眼泪真的可以说不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我觉得512，我觉得我不想做一个热点或者是感要，因为是纪念日就做这样的节目。那么在以后呢，我希望谭松先生有机会的时候继续能够多讲点，那如果是有512的幸存者见证者也能够上历史的民进的节目。那这里呢非常感谢谭松教授，感谢我们的导播，下回节目再见。那我要给川政的孩子们深深的鞠一躬，对死难者也真正的鞠一躬。好，再见。好，再见。